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来到观光首都的南投佚佗，也会当来规划一撮深度的文化旅游哦。因为伫咧南投市，就有真侪宝贵的文化资产，值得咱去了解。南投县文化局这次就来推出南投市文化寻宝地图的活动，民众只要伫咧五月底进前哦，向文化局来做出文化寻宝地图，并且收集到指定的五月热门景点的印啊，就当来换出小礼物了。假日唔知要去倒位佚佗吗？南投县文化局即处设计南投市文化寻宝地图活动，只要对着这张地图行，到南投市的五个热门景点，并找到活动指定的物件，或者是回答问题，就会当收集到五个印啊，来向文化局来换取礼品。有些民众他们来或许呢，对于文化跟艺术的这些景点他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，所以每一回来呢，他可能是比较零碎的，只是参访一个或两个点。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连结把整个套装形成设计出来之后，那有些或许他以前不知道，但透过这样一个形成之后呢，他对于我们南投的整个文化艺术的景点就会充分了解，非常的深入。五点分别是南投沙雕园区，每年拢会请国内外艺术家设计不同主题作品。南投水务处场所是日据时代的历史建物，现在挂包服业者经营，综合现代甲地方过去的历史，是充满着文化创意。那么，关文化园区是由日据时代的布袋店修复成的，周边连接着几啊个日本电视馆。那电视院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关顶古迹。也還有文化局裡面的這個博物館，除了有互動式的這間的裝置，也定期都會展出不同款傳統或者是創新的這個品，每一個景點都相當好耍跟具有特色。因為現在很流行的就是我們城鎮的輕旅行，包括說武德殿這麼一個古老的一個這麼雄偉的一個古老的建築，包括說藍田書院，我們南投市很多的新興學子要考试的时候，都会把准考证放在那边，要拜拜，祈求他自己的好成绩。像这个出张所，在RO之后，由我们去进驻，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创意。因为我们都是用猫罗西嘛，因为南投的生命之河是猫罗西，我们就是用罗西猫来做我们这整个出张所的一个吉祥物。南投市文化寻宝地图活动一直到五月底为止，民众一旦到这五个景点，摕到寻宝地图。去收集到五个印仔，就会当换取文化局的小礼物，数量有限，有兴趣的民众就要把握时间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